could be us. So back and Daniel Hoek, the ball kwam en diepgelopen.可能入选今天的五加球啊！这已经起势了，田宇翔又是一个抢断，给到郭浩文，前场二打一，好球，哇，我本场第四个助攻。啊，还是非常希望咱们国家队能给他更多的上场时间。再找外线，浩文冲起来漂亮，这球真扣了！啊，大志也是直接起立给自己的爱将鼓掌。等大掩护之后，郭浩文进去了，哇、郭浩文今天郭浩文的首度得分恐怕就要入选到本轮 CBA 十佳球的第一位。哎呀，会郭浩文的传球又来了啊、这两个回合郭浩文向所有人展现了什么叫才华，什么叫天赋。反击，好球！本一这球打得太漂亮了。郝文视野很开阔，联盟这球出手弹道就很正啊，像是要进，防起来，中距离，好球！林红宇。点点的急躁，再给篮下传得漂亮。郭浩文又是郭浩文，那这个节奏就完全是八一的节奏了，全是快速反击，好球好，又是来自郭浩文的助攻，一个长传机会出来了，好球，讨厌，又是郭浩文的助攻啊。喜欢的球星现在没有，以前喜欢艾森，以模板来说也没有吧，自己也是从小打后卫吧，然后越长越高，没办法，就是进一步弥补自己的短板吧，就是练好身体，练好投篮。